北市文化局联手 Vogue， 结合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时尚盛事 Vogue Fashion's Night Out， 并携手车坛尊荣品牌 Lexus， 线上2019台北时装周 Vogue FNO， 号召国内外品牌打造台湾史无前例的国际级时尚盛会。最受瞩目的台湾与国际新锐设计师时尚大秀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，盛大的星光阵容齐聚朝圣，以时尚单品混搭 Vogue 独家打造的 FNO T-shirt。 出席的有谢金燕、邓紫棋、周汤豪、毕书尽、王子、安心雅、鬼鬼、林雨熙等艺人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协同夫人陈佩琪更是亲临现场，以最时尚的态度现身力挺台北时装周。首度于松山文创园区内的北向之烟厂举行的时尚大秀，挑战串联室内外的超长伸展台，邀请八位台湾新锐设计师，设计师有简国彦、柯伟伦、谢宇农、谢怡君、申子晴、李维珍、陈冠柏与陈敏芬和简君元，带来全新2020春夏系列。压轴登场的是由初一十五带来的 J.W. Anderson、Doublet 以及 Undercover， 精彩新作为整场时尚大秀再添国际级亮点。整场大秀动员全台知名模特儿公司推举当红名模，包含凯沃、依林、风暴、丹兰，超过百位以上的模特儿挑战超长时尚伸展台。秀场音乐由刚入围金鹰创作奖的知名乐团 Gogo Machine Orchestra 原创打造，并结合炫目前卫的动态视觉设计。知名当代舞团长弓舞蹈剧场也结合名模走秀跨界演出，展现别具以往的艺术魅力。时尚大秀的最后，引领时尚潮流的华语天后邓紫棋强力站台，压轴献唱四首脍炙人口的热门歌曲，再度引起全场沸腾。欣赏完精彩的时尚大秀之后，信义区香堤广场时尚派对热闹登场，邀请到最受瞩目的金曲新星 OZ 首度现场演唱台北时装周专属主题曲 Who's Next。 在 OZ 的热力飙唱后，潮流天王 Nick The Real 周汤豪更惊喜现身演唱，一连几首热门组曲嗨翻整个信义区。 Asia Fashion Collection 时尚计划集结台湾、泰国与韩国三位新锐服装设计品牌，发表2020年春夏最新作品。接续当天的第二场时尚秀，则是结合高龄文创基金会，以当今全球热门趋势永续时尚为主题，精选优质台湾设计师品牌进行永续再造、创意概念的新品时尚秀发表会。两场时尚秀吸引超过800多位的观众进场观秀，也促成台湾与亚洲市场的服饰商贸交流发展目的。今年台北时装周联合 Vogue FNO 加入全球性夜间城市艺术节白昼之夜的响应行列，邀请世大运开幕式导演谢杰化打造街头互动时尚秀众兽闹白昼，由依林名模与舞蹈家共同展演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学生创作的20套护工系列服装作品，在白昼之夜的 ATT for Recharge 现场热闹演出。当若科技运用馆内互动屏幕，设计出全新视觉的展演方式，感受万兽领舞，展开珍奇异兽的派对，带给现场民众前所未见的时尚跨界艺术互动展演。